现在这个时候，哪有心情吃饭？萝卜，你刚从医院出来，得补充蛋白质啊，祖宗。你等我饿了再吃吧。行吧，要不然你先上楼休息。参加活动去了，明天才回来呢。哦，好吧。乐意也不在，让他们有事儿啊？乐意啊。啊，我想给他们打个招呼。我给他们报过平安了。你还有事吗？我耳机落你房间了，我去拿一下。你耳机落在我房间了？啊，那你快去拿吧。随意。真没事啊？没事。晕吗？我啊，好像确实有点晕，可能拍不了杂志了。我一会儿来接你啊。啊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